素人，不会跳舞。嗯？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讲人名哦，所以我反而要让你猜不出来。对对对，但又要你认识的，太难了吧？那我是要写给很好这样这样。我看啊，是有名的吗？是是是，他是现实中的人，是他是会跳舞的人吗？据我所知，应该唱歌。他是唱歌的吗？应该算不是。他是男的吗？是是 ，OK， 比我大的男性。他是女的吗？有名的女性，哇，知道了，女生是女生。现实中的女性，他的资讯好像很好，好难哦。我们有接触过他，有哦哦，我厉害，范围变少了，接触的女性太少，接触的女性，然后不会唱歌。这位比我大的男性是艺人吗？是，连对是，可以猜到谁？我知道你在猜谁，可以听错。我知道你猜谁，我讲出来就知道我猜谁了。对对对对，他会演戏吗？会 ，absolutely。哇，你也会猜哎！我要现实中的女性，超难。男素人不会跳舞。嗯？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还有跟公鲁哥接触过。大的男艺人是唱歌专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郭书瑶，瑶瑶，耶、yeah! yeah! ！好胜，对，这种好厉害、啊、哇 ！OK， 恭喜你的奖品是去帮我们拿外卖。耶、yeah! ！今天没事啊，今天没事。不会跳舞的男素人，陈功如老板是，杰尼姐，放了吧 ，Jenny。吴康仁，不是吗？不是。我们最近有提到这个人吗？曾经谈论过。曾经谈论过。有。请问这个名字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有出现过？有，一定。有讨论过。我认识。他是跳舞专场吗？他不是以跳舞出名。好，来，我这个问题，如果中了就中，可是如果没有中的话，你丢脸。张宏志很喜欢他。不是。讨论过哎，一定讨论过。你刚回答超爆快，然后又不会跳舞，又是素人，我们本来有可能找他。哦，这个范围出太小了。我们有机会合作、哎。如果我们有荣幸的话，我知道谁了，陈汉典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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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跨年价码不低，你可能曾经有这种经验吧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这游戏是我提的，然后我自己都猜不到？主打部位是脚。哇！他的父亲对吧？父亲是不是也很有名？是谁呀、啊？你会不会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我真的不知道这个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知道谁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他爸是谁。